你好，熊猫十一楼。你好，255元。有五块吗？还是我找你45？没零钱。没关系啊，我问一下，255元，没有的话就我找你而已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请点一下，755元。收你钱要找你250，还差一个50给你，稍等。
外面下雨。下雨了。嗯。外面天气还很好哦。对，早上天气很好，我以为不会下雨，我还没带雨衣呢。松山的关系吧。不知道，内湖听说下很久。嗯。这是两个都我们的吗？对。这整份都是你们的，四九。不好意思。摇下去吗？哦。